大家好，我是杨姐。今天是11月12号了，现在是中午4点钟，我又到楼顶来看我的多肉。那福州已经经历几天低温的天气了，要看一下我楼顶的有一些多肉还是挺漂亮的。这山头啊，是那个侧影，夜间都放虎了。还有这些刚买回来的，这些是阿姆斯壮，我还没有一盆。哎呦，这个一瓶还有点可以补化水了。来看一下，阳光下的多肉啊！哇，这个所罗门竟然长花剑了。看看我自己腌茶的饺子皮，哇，还长得挺大了，很会长啊！大家一直说那个颗粒土不长，大家看我有没有用肥料？大家没感觉到它的长大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一直说不长？在长啊，就是夏天不长，只在夏天太热没更新，是不是？这腌茶苗。这花越漂亮嘛，我本来我这些都要给它换盆换一下。真的要有温度啊，没温度多肉真的长不好。我这几天低温一下，一边枯了，还没给它撸一下，要给它撸一下。给大家看一下那一天换盆的一些像饺子皮的，怎么撸了啊？粘一下怎么样？那饺子皮是山猪，也有晒伤，不同后期恢复怎么样啊？怎么撸？我那天跟大家说了，只有六盆比较大的，我用那个纯麦矿石给它种，其他的小盆的，没有啊，只是上面用铺面石，就剩下这一点了。本来啊非常多，一瓶掰一下好像变很小了，非常小了。就这些，那这一些也都是荒盆的。黄盆的啊，这个是吉娃娃，这高贵，这个是月色拉，这株是初恋，这株是保利安娜，娜娜小狗，粉 TP 有点晒伤，后期啊有点晒伤，这都是黄盆的。这个是赫拉，一边还有一些干掉，这个是那个月光女神。月光女神最花，我这一株还要搬下来，最好能够撸一下枯叶沉入。就这时候气温降低了，太阳，多肉生长还是可以的啊，看过去还是马马虎虎的。那天发现布丁有点长虫子了，哇，气死我！你看叶子一直往下掉，淡雪还可以，感觉淡雪还可以啊。淡雪，看后面又给它打药了。这株是春梦，哇，这个月亮石还算可以啊，好像有在长哇。就是我的铺面石有一次踢翻了，铺面石都到一片上面去，还没给它弄好。这时候看它红爪爪，哇，真的很喜欢啊！就是种多肉就是这样子，看到红爪爪就感觉啊，好美好美。这个是碧桃，这株碧桃一整个夏天到现在都是这么漂亮的。百分这一株还可以，
白凤这一株有点那个霉运病啊，这一株好像这两个头有点干，杆子都干了，不懂什么原因。一片还在消化，一片后面黑黑的都是那种霉运病。这一盆也还不错，这一盆这一株啊，是不是雪凤？一直都是粉的，这一株就这样子，两株对比就知道了。叶片长得很大，就要慢慢的把这些叶片要消耗掉。大家看看是不是叶片有点粉的？转过来看一下，哇，是吧？然后它的杆上面还长了一些小叶出来，真的生命力很旺盛，非常的旺盛。就是这个白凤啊，这一株的杆也很粗，它也长得不错。这些都是碧桃，还长花茎呢。这些花茎有牵下来都可以扦插的。这时候倒不好看的感觉。夏天的时候有时候还挺漂亮的，都是红边边。我还要再冷几天啊。天气再要冷几天，你看这一台也都全部翻盆了，全部翻盆了啊！主要的就是奥普比较多，奥普翻盆的时候也发现有一些奥普啊，都长了那个霉运病，所以大家要想养多肉，千万不能让它长霉运病。有的人说都会长，不会的哈，你药一定要喷，这个杀菌的药一定要喷，不管是多菌灵。带生门心，只要喷到位，它就不会长。只是说我们没喷，我八月份整个月都没有喷。所以说到九月的时候发现一直喷，有的时候还没有制止住，有的制止住了，这一台都翻盆了。那现在地上还是盆子还是非常多，有一些扒拉掉的那些植株还没种，就放在这里，这里还有一盆。然后这里还有一盆，大家看一下，还没有种，这些都没事放在这里，它的这些扒拉出来，让它的根系晒久一点没事。那有的时候你着急种也可以，也可以种啊，就是这个了。大家一直说，哎呀，黄盆里没有亮根，自己种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看我这今年买的这个冰玉。还是买的很漂亮，大家看一下，它的叶层啊什么都很漂亮。夏天出现问题的我都扔掉了，冰玉基本我都扔掉了。哇，这个雪天使好像有长，也长高了一点啊，这一周要给它换盆了。来看一下雪天使，这周要给它换盆啊。大家看，这也是刚买回那一株百凤，它杆有点问题，好像现在也在慢慢的，控小了。就是说我喜欢用颗粒土，就是你如果用土啊，你看它这些就是土的，你看就在长了，长大了，长得那种有点奇形怪状了，就不好看了。你看你这些冰玉，它进行控，用我们的颗粒土控，它叶层就不会说很容易。膨胀很容易膨胀，你看这些雪天使刚拿回来，它叶层也是肥厚的，所以说要用颗粒土，颗粒土多少大家自己去控制。如果你真的用一些土种，那真的会长不好啊。这里还有几盆，这里还有几盆现在刚种的，看看这个是赫拉，后面这一盆还有点晒伤。太早搬出来还有点晒伤，哇，可惜的，还有点晒伤。那几盆还可以啊。今天又带大家看一下我楼顶的多肉啊，你看这几个我有盆，这个就带生心又盆进去，还没有什么虫子。这些你看乌木，为什么我喜欢买乌木？大家看，这是一株几块钱，十几块钱买的，它的一边呢就是很漂亮，我还是想买一些乌木种，不懂啊。这一株后面买的好像是什么啊？好像是那个恩宠啊。哇，这个又黑了，这个黑了，你看又黑了，整个就这样化水掉了。这个是南龙，你看，
整个就这样黑虎掉了啊，太嫩了。这边就黑虎掉一株了，本来这边种六株啊，一二三四五六株，就黑虎掉一株了。看一下长根了没有？还没长根，太嫩了。哇，都丢了，头都丢了。大家看这株就黑虎了，黑虎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哎呀，有一些还可以，就黑虎两株了，就难弄这一批。啊，大家，我以前还以为啊，这什么原因，什么原因？其实都没有，有的就是买回来的时候，它植株可能就是比较嫩，太阳晒一下或者啊，我们水浇一下，浇不慎它都会黑虎花水。所以说，颗粒土跟那些土啊，有的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啊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